几乎全台有感，宜兰发生规模 5.0 地震，最大震度5级。地牛翻身，几乎全台有感。中央气象局发布地震报告，晚上7:14，宜兰县大同乡发生规模 5.0 地震，深度10公里。各地最大震度，宜兰5级，花莲4级，台中4级，南投4级，新竹3级，苗栗2级，台北2级，彰化2级，云林2级，嘉义1级，台东1级，台南1级，高雄1级。